介绍印光大师，啊，学人呢对印光大师非常敬仰。我在呢啊，一九八八年，我在四岭分局当组长的时候，我到素食餐厅去吃素，在餐厅的金这个金架上呢，抽出来第一本书，正好是印光大师文化《文钞精华录》。 是人家看过的，那在拿起那边流通。那么这一本善书呢，《印光大师文钞进化论，我到现在都保存下来。所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印光大师。第一点啊，我认为他是平凡的出身，不平凡的一生。在民国呢，沈庆及居士编的《印光》。 大师脸谱里面，印光大师呢，他是公元一八六一年到一九四零年，他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生，所以我们看到印光大师所书写的墨宝里面，常写这一这一句“常惭愧生”。他后来字号呢，既读心者，他也非常的敬仰。 慧能大师，卢行者呢是指卢慧能居士，啊，就是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啊，因为慧能大师的这个俗家的父亲呢叫卢行涛，那么印光法师呢，他俗姓赵，名丹桂，他是陕西合阳县人，他们兄弟有三个人。 印光大师是最最最年少他早年呢跟随他的长兄学儒，那印光大师非常的聪明，他成成童呢就中秀才，但是在十五岁那一年呢生了一场重病，那生病期间呢给他很大的一个醒悟，所以病好以后呢他一心向佛。 那二十一岁，啊，二十一岁呢，在陕西终南山五台莲花洞莲花洞寺出家。那么英光大师他有时候呢，也常常用古心来代替河阳，他事实上是在河阳县东南。啊、哦，那为什么他用古心呢？因为古心呢，是。 周文王的王妃呢，太姒，她是有心之女，所以印光法师呢啊，也尊崇周文王以及太姒这种德行，所以他常常也也会用古心来代替和养。清光绪十九年。 印光法师呢，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住了三十多年。那么前年呢，我有到国内去参学呢，有到浙江普陀山，特地呢到法雨寺去顶礼呢印祖的他当时夜藏念佛专治潜修的官方。 那么印光大师在法雨寺夜障的时候，他负责藏经了。当时他在夜障的时候呢，因为他的乡音比较重，所以当时呢，他也没有对外讲经。他纯粹是有居士呢去跟他参访，有问题请示他，用书信往返，然后他再用书信答复求法这些居士。 所以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都看到，啊，印光法师复什么什么记事书，就是用书信来往返。那么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呢，上海有两位大居士呢，高厚廉，还有徐卫鲁等居士呢，他们到普陀山啊，以印光法师会晤，然后把他的。 这个论文以及书信呢，在上海《佛学丛报》发表，并且印行出版。那么印光大师文章发表以后呢，社会各界深为亲近，才知道有这么一位别号长常愧声的高僧呢，在普陀山的法雨寺。 后来呢，席位如居士又收集的法师的信函文稿，出版《印光法师文钞》啊。那么印光大师的文钞呢，印光大师文钞的不仅啊佛理深邃，而且文辞典雅，条理清晰，深入浅出，为人们争相传颂。 那么仰慕印光大师的越来越多。那么印光大师文钞呢，后来就开始流通了。啊，晚年呢，印主在上海创办佛教流通处，弘化社。啊，印净土中的佛书呢，大概有近百种。那其中呢，印了凡四训。 《太上感应篇》，还有《安世全书》，这些善书呢，大概印三百万册啊。后来，在一九三零年呢，法师离开普陀山，到苏州报国寺闭关。一九三七年呢，法师移居到无限的灵岩山寺，那么兼印。 妙真和尚遵从大师指示呢，将灵岩三寺改建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再过两年，啊，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呢就印行出版。那么沈七子居士呢，在印光法师脸谱里面呢，他。 赞叹呢，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巨大贡献在哪里呢？在这三大部的文钞。所以梁启超居士呢，他也看了印光大师的文钞。梁启超居士呢，他怎么称颂印光大师呢？他说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 今日群蟒之言也啊！可见呢，这位民国梁启超大居士呢，他对印光大师文超呢，他非常的尊敬跟赞叹。那么再来第三点，印祖呢，他不攀连。当时印祖的座下呢，大概皈依的弟子呢，啊。 皈依的弟子不下十万人，但是印光大师呢？他一生不不认寺庙住持，他不说剃度的徒弟，他不募捐化缘，他不传戒，不讲经，一心念佛，除了打佛七以外，一概不应酬，一不应酬。 不应酬一切佛事。那么第四点，印光大师修苦行，他生活非常的简朴廉洁，洗福而且呢，他都是自己亲自做事，不假手他人，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自己住的地方呢，自己打扫，衣服自己洗。 一直到八十岁临终，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住在上海太平寺的时候，有一天呢，关炯之居士要去拜访他，楼上楼下都找不到，最后在太平寺的那个天井旁边呢，看到印光大师在洗衣服。啊，以印主当时的德行跟。 这一个大家对他的敬仰，他不假手他人来做这个事，还是自己亲自洗衣服。那么关基寺呢？他在山中某寺打佛七呢，要请印主开示，就派人呢抬轿子去接，就跑了一大半的路，印主坚持不上轿。 那么在苏州报国寺呢，真达和尚请他到灵燕山寺去看看，也准备了轿子，印主也是坚决坚决的不做。他从山山下到山上，完全是驻杖步行。啊，这是你看印主这种修这种苦行啊。然后他在吃早粥的时候啊，每天早晨呢、啊，他都是吃十白粥一大碗。 没有菜，因为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印主也有说了：自饮出自普陀，诚实有咸菜，因北方吃不习惯，故改为食白粥以三十一年。食至晚尽，注入开水饮尽，五十换一碗，大众菜一碗。 这是印光大师文超他的生活就这么简单。他看到有人如果饭菜没有吃完，或里面还有剩饭粒，印子都会大声呵斥说：“如有多大福气，竟如此糟蹋？”还 <laughs>、啊、叫人家媳服啊！所以我每次看到印光大师文超讲到这一段了。 我现在自己吃东西都一定要把它吃的干干净净。学习印光大师的这个西服。第五个不搞派头。印光法师反对搞个人崇崇拜迷信。有很多远方来的皈依弟子呢，想到苏州灵隐山寺来见一面。 这包括我们李炳南老师哦，嗯、他也是从山东去见，他当时李老师在当山东莒县的典狱长嘛，他也是去见印光祖师啊。你在印光大师文创里面有有单独一一一封信呢，是印光大师写给李炳南老师的、哦。那当时第二次的时候呢，李炳南老师都带了一一些年流，一一些佛弟子呢。 到那边要去见印光大师，也是被印光大师说，以后你就不要再带人来了。啊！印光大师说，他再三的告诉弟子说，要认真阅读文钞，遵照肉食去实行，见不见面都一样，不要浪费理会的时间。啊，这个。 很值得我们现在写好的人有学习呀！你看老和尚如果到哪里，到台南极乐寺，老和尚如果在香港，老和尚如果到英国、到日本，哦，大家呢追逐了，啊，希望能够目睹老和尚的一面，这个呢，站在孝亲尊师呢，都无可厚非了。 人之常情啊，但是如果你按照印主这样的开开示呢，你只要认真的落实去实行印光大师文钞，那你就见到印光大师了嘛。如果你不老老实真干，听话，那纵使你天天见到印光大师，天天见到净空老法师，那又怎么样呢？啊，第六点，节不住寿。 有些人现在都会喜欢做住宿的活动啊，可是印主不愿意。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零年，也就是印主往生的前一年，皈依弟子计划为印主庆贺八十大寿，大师呢知道以后坚决反对，说了重话。 光一生不与流俗同其道，哼！什么八死不八死？有位光言祝寿者，光不但不领情，且深恶痛绝，以为大怒。其勿以此为光言。若对光言祝寿者，是视光为流俗矣。这 <laughs> 讲的讲的很很重哦。印光大师说。 我一生啊，我都不跟人家一般世俗的同祈祷、去流行了、啊，什么八十不八十的。你们跟我祝寿，我就是不领情，而且我还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七世大路。所以，如果你们要给我祝寿，那你们就是把我当成是一般的流俗。 就跟社会社会人士没有什么两样的。那印主又说了：“为扬名而出半寿，为练财而半寿，我印光皆可耻。”你接受弟子的祝寿，要不要受供养啊？印光大师说：“不行，我宁愿受斩头之刑，不愿闻祝寿之名，他宁可被斩头。” 也不会被人家注射。所以呢，大师晚年呢，修持功夫一生呢，对事情洞察更为透彻，故观点鲜明，态度坚决，言辞言辞犀利，简明扼要，以致炉火纯青的境界。第七，重视因果，作画生息。一九四零年，民国二十九年。 农历十一月四号，印光法师在零零三四年研寂。那么天亮机体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誓言已经即将要结束了，所以一样的跟平常一样，盥洗、刷牙、洗脸，他没有病哦，印光大师没有病哦。 他早晨早上起来，他一样继续洗脸刷牙，他一直识字。盥洗完了以后，家夫端坐盘腿端坐，讲一句法语：念佛、见佛、决定生息。大声念佛，没有多久又说了：“蒙阿弥陀佛接引，我去了。” 四寿八十，生腊六十，因为他是二十一岁出家嘛，所以生腊是六十。生腊就是出家人他的出家的这个时间有多久叫生腊，所以在僧团里面，不是看你年长或是年幼，看你受三坛大戒、祭足戒。 你三坛大戒说完以后，看你的声纳是多久。你声纳越高，你坐的位置在前面。你纵使年纪很大，可是你声纳非常的浅，你要坐到后面去。所以声纳如果超过五十的，都被称为长老。那么百日图壁呢？火化以后，减得五色舍利。 舍利珠呢，一百多颗，晶莹剔透，光芒四射，还有大小舍利花以及血舍利，一共一千余粒，有一千多颗、哦，特别的珍贵，是什么呢？非常的稀有难逢。印光大师的头顶骨内盛五瓣莲花，哦，这了不起啊！五瓣莲花，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啊！达摩祖师说了：“啊，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啊。”禅宗传到第六祖就没有再传了。五瓣莲花，所以我们说五方佛啊，也都是这个五代表五方佛。五瓣莲花，而且最难得是此前不休，它是三十二颗牙齿的。 一般人，你注意看了、啊，他能三十颗就不错嘞，他三十二颗呢，唯是稀有。最后他叮咛遗嘱，主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 今之世乱日极，民不聊生，皆有不讲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所致也。印光大师说啊，现在世间会这么乱，民不聊生，都是因为大家不讲因果教育、因果报应，以及家庭教育所造成的。啊，所以我在。 天津千和讲堂讲的《天下太平之根本》即将要推出，里面就引用印光大师所鉴定的《天下太平之天下太平之根本》，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这里面强调的就是从小就必须要因果教育，要家庭教育。印主说啊，家庭教育为治安之本，因果报应为治心之法。 临终了然无碍啊，瑞相纷繁呢，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啊，印光大师是大师菩萨再来的，因为曾经呢有两位女众，啊一位小菩萨跟着他的长辈呢，要到上海参加复国西灾法会，去见印光大师。 他跟印光大师见面，第一句话说啊：“观音菩萨跟我讲啊，说大师是菩萨在上海举办复古西斋法会啊。”他说：“大师，你就是大师菩萨再来的。”当场被印光大师呢制止，不要说了。啊，后人呢，奉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所以我们这次讲了这个《安世全书》的这个讲座呢。 我们的片头也做出来了，非常的好，我很感动，看得很感动。总共呢是一分十三秒，一开始就是印光大师的因果教育的开始，到整个结束，啊，孔子的法相，还有这一个安世菩萨的法相，都在这一个片头里面，啊。 是三宝加持，印光大师加持啊！以上呢，我们就介绍啊，这个印光大师。所以这个地方讲呢，我们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是闭关，在普陀山一闭三十二年，月藏，他的生活非常朴实，一件衣服穿几十年。 日常生活跟常住大众完全一样，没有特别祖师做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看了也没有觉悟呢。印光大师在灵岩三世的时候，如果你吃饭没有把碗里面的饭菜吃完，或者粥吃完，印光大师会克吃你。 你有多大福报可以这样消福呢？当场责备。印光大师到往生前，他的衣服、生服都是自己亲自在井水井旁边洗，他不枷锁他人，他自己亲自洗衣服。 所以老法师说，我们看了祖师的榜样，我们也没有觉悟，也没有警惕呢。如果没看出来粗心大意，我们将来堕落不能怪他，因为祖师已经示现了，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粗心大意，没有看清楚，没有听清楚，自以为修积很多功德。 佛法里面说的非常的好，不是假话。哪一句话呢？老法师说：“福有福报，罪有罪报。”这八个字，“福有福报，罪有罪报”，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那就看一言的不同。你修福，你有福报；你造业，有果报。 所以我们现在所修的都是有漏福报，为什么？里面夹杂贪嗔痴，里面夹杂自私自利，里面夹杂名闻利养，叫做有漏福报。有时候也是修福，但也是造了业。所以你真正能够修到离相不思，那叫无漏功德。无漏就是清净。 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了，印光大师说，所有的这个恶业里面，杀业最重。普天下的人几乎没有人不造杀业的。你杀蟑螂、杀蚂蚁啊，杀小动物，啊，大的话是杀牛、杀猪、杀羊，小的话是杀蛇啦、杀。 虫啊，昆虫这些都是杀业啊，所以印主说，普天之下没有不造杀业的人、啊。他说，纵使毕生不称杀生啊，就纵使他这一生不造不曾经，没有造过杀业，但是也天天吃肉啊。他说，天天吃肉等于天天杀生。 以灰杀，绝无有肉故。啊，他说不是你不杀，啊，你不杀不造杀业，你只要不造杀业，决定没有肉。但是有杀业，一定有肉，就是以灰杀，绝无有肉故。他说屠夫的啦，屠猪的啦，屠牛的啦，还有猎人呐，还有。 捕鱼的渔夫呢，都是供给这个吃肉人所需要的量，是因为你们要吃这么多肉，所以他才去捕杀，才去猎杀，而代为自杀。印子说，但是呢，吃肉跟吃素这一关，实在讲是我们人的。 上升跟下沉，啊，提升跟沉沦的一个关键点，天下治乱的根本，啊，他说：“岂有自爱其身兼爱，兼爱普天人民？他说你想不想爱护你自己的身体呢？” 你想不想爱护你的身体，然后又能够爱天下的人呢？啊，你想爱你的身体，又爱天下的人，你只有不要杀生，不要吃肉，这是最好的爱你的身体，也爱天下的人。那你想要长寿安乐，不想要碰到意外的灾祸，印主告诉你要以戒杀吃素。 来挽回天灾人祸的第一妙法，所以大家都不想要意外灾祸，大家都想要长寿、要平安快乐。印主说：“你想要这些东西，要这个福报，你就必须要戒杀吃素。”这是挽回天灾人祸的第一妙法。这以上这一段呢，是印主在。 《欠爱惜物命说》里面的开示，再来印主说了，他说：“你们要知道，水中游的、路上走的、空中飞的这些，还有存在海底深处的这些动物，它跟我们人一样，都是有一颗灵敏觉知的心。但是因为这些动物呢，它们宿世的业力深重。” 所以他们在轮回里面呢，就改行易道，转生受身，改行易道，变成他们的形体跟我们不同。他们嘴巴不能讲话，口不能言。但是你看到这些动物被捕杀、被追杀的时候，你看它饥饿的时候，它想请求食物；它看到有人要猎杀它或者伤害它的时候，它逃避，啊。 或者他被宰杀死后的那个情况，就是关起求死必死情状，他跟我们人没有不同啊！啊，他也是他想要求食物的时候，他想要逃避被人追杀，他死后的情况跟我们人没有两样啊。 那我们人是因为我们素食里面我们承载承受这个素食的福利，我们有幸才成为人道。我们有一点点啊，比这些动物啊有这样的一个智商跟考虑，心有自律。 人说是万物之灵嘛，所以我们的灵性呢，是比这些动物还更敏锐嘛。所以人心有自律嘛，那么我们应该要敦天，敦天父地母，民胞物以之一我们要随顺上天的这样好生之德。 我们不应该辜负人跟天跟地，号称为三才啊。所以要参赞天地之化育，也就是说要帮助天地，要帮助上天来教化这些动物、这些万物，要参赞天地之化育，让这些。 各种动物能够各得其所，能够同时接受负载，就是接受上天的保护。啊，上天给他能够生存的空间，还有他能够成长的空间，就是以同寿负载，同入天年而后裔啊，让这些动物也能够安享晚年呐、啊。 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天地好生之德，你放纵自己这种饕餮之恋，就是你爱吃肉、喜欢吃的这样子，叫做饕饕餮之恋。用我们人的这种强势、强力去欺侮他们的肉，就衰残肉，吃他们的肉，然后来。 充饱我们自己的这个腹，就是我们的食欲，充饱我们的食欲。印子说：一旦你的素数,数的福报用尽，那么你的杀业就现前了。你想，你你想不要改头换面，受彼辗转杀死。 你想不要被辗转的投生以后被人杀来，一样的肉来吃，可岂可得？怎么可能呢？吃人家半斤，还人家八两啊！这俗话说的，啊，所以印主说呢，何况吃肉本身它有毒素，你在杀它的时候呢，它的嗔恨心所造成的，所。 理结而成的这个毒势，所以凡是瘟疫流行啊，瘟疫流行，蔬菜、蔬食呢，有吃素的人是很少去感染的，去传染到的。而且何况肉是很会浊的，会浊之物，吃的话，你的血液也会跟得很浊，神昏也会。 就是你的这个精神呢，也会非常的混乱、神昏，啊，就是实质的血浊而神昏，发素而衰早。虽然这个成长很快，但是衰衰老也很快，很容易造成疾病的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吃素，我们吃青菜、清洁的这些食品，吃了以后气清而自然。所以，吃肉的人呢是血足而生分，那吃素的人呢气清而自然，长健而难老，能够永保健康，而且比较不会衰老。你去看老和尚就知道了，这长健而难老。 因为吃叔叔的，它有持补的力量，以富有持补之力。这个是在卫生的角度来谈的，也实在讲，也是尽信之之论，也是跟我们自信相应的非常好的一个大论啊，一个论点。但是因为现在习俗呢，大家能够，大家这个习俗呢，就是养成习惯了。 便啊，延延续下来，以至于呢，积米而不返。所以要知道呢，人民者呢，必能爱物；，残物者，皆然人民。一个慈悲心的人，他一定能够爱护动物，爱护一切万物。这、就是、慈悲心的人，他一定爱护一切万物。 会残杀动物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慈悲心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习性所使然的，习性造成的。这个是印光大师在写给宁波功德林开办广告，功德林就是可能是一个素食餐厅呐、啊，啊，开办的一个广告。 第四点，印光大师在佛七开示里面讲大妄以罪，以及佛大笑，以及自知国物老实念佛等这个开示，在佛七日第七日，若大妄以罪及佛大笑以自知国物老实念佛等开示，这一段印光大师有提到吃肉的问题。印光大师说、啊，又有一类人说啊。 我之食牛羊鸡鸭等肉、啊，为欲度脱彼等耳。此说不但显教无知啊，即密教亦无知啊。若果有祭奠之神通，未为不可；不然，邪说误人，自起罪过，即无脸无耻之辈，乃敢作事说耳。邪佛者须明白自己之身份力量，不可。 妄自夸大，自主自主这段非常的好。有一些人说啊，哎呀，我吃牛肉，吃羊肉，我吃鸡肉，它才可以超生。真能这样说啊？哎、欸，我不吃它一有我当畜生啊。我吃了它可以就马上就超生。你有那么本事吗？你又不是济公，你有办法把它死得更活的吗？哦，你还要把它说你吃了还超度它。吃人家半斤，活人家八两啦。以前我。 我记得我我嫂子他们时候还没有吃素，我吃素的时候啊，他们那时候还是吃肉啊。你猜他们怎么说的？他说：“那、啊、如果大家都不吃鸡肉，那每路都是鸡在跑到整个台北市街道都是鸡。”这就是英文这里说的、啊。有一类人说啊：“我吃牛吃羊吃鸡吃鸭等肉，我是在度脱他们啊。他说：“显教没有这样说，密教也没有这样说啊。” 如果你有济公禅师那个祭奠的本事跟神通，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这些邪说误人，你自己罪过，不知道廉耻的人，才敢说啊，才敢做敢说啊。学佛的人呢、啊，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力量，不要妄自夸大、自主自主，因国他是说：“特别给你们交代，特别给你们交代啊！”再来。 两史属青城山，有生名道香，巨大神力，密而不露。该山年有例会，届时众皆大吃大喝，杀生无算。道香、李倩不听，四年难以三门绝一大坑，谓众曰：“汝等记得，法师幸分我一杯羹，何如？”众应之，已是一大罪报。 令人伏至坑前大吐，所食之灰者挥去，走走走去，一下水煮，吐满一坑，众大惊未服，遂勇介杀道相贤因闻自公之语，当即发气，须知，是之安分守己者，一旦显示神通，当即去世世己，以免又增烦恼耳。 佛座西土济公之疯癫无状，令人疑信不觉方可。这一段太好了。因为大师说，梁朝的时候，四川青城山有一位僧人叫道香禅师，他有大神力、大神通的力量，他是秘而不宣的，他没有人发现的，没有人知道的，秘而不露。 那么这个青城山呢，每年都有这些年会啊，就是大拜拜。那时候大家都大吃大喝，杀生无数。道香禅师呢，李倩不听，也是在那一年呢，他就在他的佛寺的山门前面呢，挖一个大坑洞，告诉大众说啊：“哎，你们都吃得饱饱的。” 可不可以混我一杯羹啊？他一样去给他们吃大鱼大肉啊，好不好啊？你们混一些肉跟鱼给我吃啊！哦，大众说好啊，好啊，法师供养你啊，给你吃啊！哦，他也是喝酒啊，吃肉啊，吃了大醉饱以后啊，就醉醺醺的啊啊！你们帮我扶到那个那个山门前面的大坑前面，好，我想要吐一下，他他表你一下神通啊！ 结果，他到那个大坑洞前面的时候，所吃的食物了，他全部都吐出来，挥走回去。鸟啊，什么鸡啊，都挥走了，走都走了。这猪都跑掉了，走都走去了。鱼虾水煮，吐完一坑啊，游来游去，全部都变活了。哇，这不得了，哈、啊，显神通啊！吐完一坑啊，哦，大众惊讶佩服了，跪下去了，哈、哦。 师物啊，我们知道错了啦。我们不知道你是开悟的圣人，你有这个大神通，你是要度我们才这样表演的。好，我们以后不敢了，我不敢再再杀生了，都永远己杀了。道香禅师啊，当时因为他已经显神通了嘛，他本来是密而不露啊，可是因为显出来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会传出去的、啊。我跟你讲，消起传出去以后怎么样，知道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了、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了。你只要说：“哇，那个书有神通！”我跟你讲，全部排队，每天的、啊、人山人海。干什么？师傅，你叫我怎么赚钱呢、啊？师傅，你叫我怎么升大官呢、啊？忙死了。啊，所以为什么佛禁止神通，原因在这个地方。佛很有智慧啊，众生迷又不绝嘛。 只求名闻利养嘛，才色名施税嘛，不想不想要了生脱死嘛，不想要迷心见性嘛。啊道相禅师因为他听到宝珠工禅师说了，你如果显神通就要赶快离开人间了、啊，当即化气呀、啊。因为大师说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呢、啊，安分守己的人呐、啊，你一旦显示神通时候、啊，你就应该 离开人间也示现延起，就要往生了、啊，事件给人家看，以免增加困扰了，增加烦恼。就是刚刚我讲大摆长龙，全部我求五啊，我生病了、啊，你给我加持的、啊，我没有钱，你给我钱呐、啊。哇，误导众生的方向啊！如果你不能够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到济公禅师那个疯癫无状，人家会怀疑不相信，令人一信不解，那还可以。 啊，这是以上呢，啊，印光大师对啊是说大妄语啊，还有老师念佛，他这个这段开始讲的特别好，就稻香禅师。这以前我在学讲经的时候，吴老师就讲过，我就听过那个故事。我今天是重新把印光大师这个稻香禅师的公案提出来。第五，稻香禅师四见神通，杜仲立即作画啊。 那后来呢？因为当时在这个文章里面说了，有蜀人在今夜自宫，自宫问何处人，曰四川。自宫曰：四川乡贵贱，曰很贱。自宫曰：以为人贱，何不弃之？其人回至青城山，对乡数自宫与乡闻此语，即变化去。哎哟不得了！ 有一个四川人呐、啊，到京城就当时保志公禅师是在南京嘛，因为当时这个梁武帝的首都是在南京，是金陵嘛。到京呢，夜之公就去、是、见见保志公禅师啦。保志公就问啦、啊：“你什么地方的人啊？”那个人就说了：“哎，我师父啊，我是四川人呐、啊。”保志师就问说：“大概四川那个地方是产香吧？啊，这有双关语，这。” 高僧带来问话的是双关离呀。四川香贵贱佛，你们四川的香贵呢还是贱呢、啊？他至少是，你要听不懂，就说：哎、欸，傅，我们四川四川的香很贵了，檀香一斤多少钱？那就不对了啊！他是讲是道香禅师啊，他、啊、是四川香贵贱，在那边能不能够啊弘法利生呢、啊？还是被人家看不起呢？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众生呢啊，冥顽难度呢，意思是四三相贵见佛啊。那个人就回答说，那个人好像也也是佛门中的人了、啊，很贱，很贱，很贱，就是说没有你要相信呐啊，众生还是迷而不解了，迷途不知返呢，不不会回头了，就很贱。保重，就是说，以为能贱，何不其实，既然已经没有也可以度众了，那为什么不实现言己呢？ 何不去之？那干脆就往生啊，延吉吧 <coughs>。这个人呐、啊，回到青城山呐、啊，就把这个见到宝珠公禅师的事情告诉道香禅师啊。道香就听到宝智公这样一说以后呢，二话,话不说，立即盘腿一坐，坐化离开人间了、啊，延吉了。我们没有圣贤生那样的本事啊，就不要学他那个话来作为自己喝酒吃肉的理由。 更不要拿他的话来劝别人喝酒吃肉。想到这句话，我们就想到后面那两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第三，有关济公禅师这个公案呢、啊，我们来听听印光大师怎么开始。第三，印光大师对于生僧济公和尚喝酒吃肉。 怎么样的开示呢？我们看这个原文，印光大师他开始说：“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一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显不思议事。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一令愚人见其癫狂不法，因此不甚相信。否则。” 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凡佛菩萨现身，若世统还乎，为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世间住。唯现做癫狂者，显则无妨。非一修行人，皆以饮酒失肉也。这个英光大师果然是圣人，对祭奠禅师也是。 道济禅师他的评评价，你看印光他是怎么说、啊？印光大师说，道济禅师就是济公禅师了，也就是济天禅师哈，那大神通圣人呢，他是开悟的呢，他是想要让一切众生呢能够生信心，所以常常显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因为他有神通妙用啊，他会济贫扶弱啊，啊。 所以他饮酒食肉啊，他是要干什么？他是要遮掩他那个圣人的德行啊，他是开悟的圣人呐、啊，人家不会嫉妒他，不会想要去害他。他是开悟的圣僧啊，他是用这个饮酒食肉来遮掩他那个圣人的德行啊他用这样去骄傲人，这样他他这样才可以到菜市场去牵挂人家，才可以到那些啊，这个。 一般世俗人家里面去牵挂他，因为他们他们是相信他的神通，哇，就跟他拜呀、啊、求啊，他就给他们啊讲一些做人、做事道理，教他们要断路修善，要戒杀放生啊，要要积功累德啊，们这样去度众生啊。他是想要让这些众生，愚人就是众生啊，看到他这个癫狂不华了，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相信啊。 不慎相信，因之不慎相信啊，亦令愚人见其癫狂不法。如果他看得出来了，他就不能在这个世间住了、啊，因为佛菩萨现身呐、啊，他视同凡夫啊。佛菩萨视线者像众生的样子啊，他是要以道德教化的，绝不能够显神通，这、就是佛所规定的。如果显神通，你就不能住在这个世间。 为什么？因为会妨碍正法，会障碍人家的法身慧命。但是如果他是做癫狂子，他如果是像济公禅是这样疯疯癫癫的，他显神通了，没有妨碍。不是说修行人就可以饮酒出肉啊？这个是第一点。英国大师的开示。再来，世间上人。 尚不饮酒食肉，况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饮酒食肉不可学。比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何可学比吃肉？比喝了酒能替佛装金？ 能将无数大木从井里运来，煮喝了酒，把井水也运不出来，何可学他？因为他是说世间的善人呐、啊，尚且不能够饮酒吃肉，何况是作为一个佛弟子呢？你要教化众生，自己还不能够依教奉行，不但不能让人家升起信心，还让人家退失道心，所以饮酒吃肉不可以学。人 <laughs> 家。 这些高僧啊，有神通的，他吃了进去，吐出来都是活的。你吃进去是肉，吐出来还是死的肉？怎么可以学他们吃肉呢？他喝了酒，他可以帮活菩萨装金，因为他帮这个佛寺募款，帮佛像装金，他能够将无数的大木材从井里面运,运过来，因为因为济公济公禅师呢，他有帮佛寺重建嘛。 好像是灵隐寺啊，那就是把那个整个整个整个大树木就印过来帮助那个佛寺重建呢、啊。你喝了酒，把井水也印不出来啊！你怎么可以写他呢？啊！再来，印光大师说啊，现在大家通在泛滥中。 当为一切人说解除患难之法，唯有改过迁善、敦笃伦常、至诚恳切，称念观音名号，为唯一无二之妙法。无论水火、刀兵等危险及冤孽病，亦不能疗者，倘肯依上所说。 决定会逢凶化吉，在危而安，即冤孽消灭，不药而愈矣。这个是，这个是啊。印光大师文章序本卷上附《念佛积世书》。印光大师说：“大家在患难之中啊，应该要一切人、一切众生啊，一切大众。” 解除泛滥的方法，你要跟他们讲怎么解除这个泛滥的方法。唯有要改过迁善，要敦伦进分，敦笃伦常，要自诚恳切，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唯唯一无二的妙法。不论你遇到水灾、火灾。 战争就是刀兵劫，或者开刀，开刀也是刀兵劫等危险。或者有烟裂病，你烟京债主来找你了，你有这个烟裂病了、啊，医生不能治疗。如果你肯依上面所说的，决定会逢凶化吉，有危险但是平安，而且烟烈可以消灭，不要而已。 这到底是真的吗？我讲个故故案给你们听，啊，我们台北市啊，有一位大居士叫张立坤大居士，在我们台北市北区啊，佛教界很有名，他是我们台台湾桃园中立元光佛学院的护法总会长。以前早期啊，元光佛学院呢、啊，也每年都办再生大会。 都是几千个僧人在那边接受供养，每年的七月啊，欢喜夜阳光佛学院都会办再生大会，都是好几千人。那么，这位富啊总会长詹基斯是我的好朋友，他非常热心，而且对三宝非常恭敬，很护持三宝。他是做贸易的，啊，他生了两个女儿。 那么二女哦，非常的乖巧贴心，因为她是做外国贸易，美国跟日本的，所以她这个第二个女游呢，都帮她分忧分劳，帮他处理啊美国跟日本贸易的事务。那大女儿就比较没有。那么有一天呢、啊，张居士呢，他就到金门，他每年都会去金门，做八二三八二三炮战，因为。 八二三炮战呢，国共在金门呢，啊，共产党是要攻打金门，当时老蒋呢派蒋经国去作镇，共军呢你攻不下，攻不下了，当然死了很多人，所以我们这位詹立坤居士很慈悲，他为了两岸和平呢，就邀请两岸还有金门这些佛教界人士。 跟居士在金门举行每年一一年一一次的啊八二三炮战超度这些亡魂的超度法会，大概是做水陆法会，啊，现在还在继续做。张居士带领台湾的这些法师啊，护法到金门做这个八二三超度法会，做完以后回来台湾。 回到他陶远的家，他二女儿、哦、得到猛暴性的干炎，送林国昌跟燕急救，第二天就死掉了。当时死掉的时候呢，我跟另外一位林国密居士就很担心，我们就担心说詹基士对三宝会不会失去信心，因为他为佛界做这么多事情。 他也斋生共生啊，超度亡魂，富足三宝，怎么会遭受这个恶难呢？这么危急的恶难呢？他二女儿死掉了，他最贴心、最疼疼爱的女儿、哦、就这样死掉了，他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大吉呢？就是这里讲的，你在泛滥之中，你要跟他解说泛滥的方法，怎么解除？ 改过迁善，敦笃伦常啊，要至诚恳切啊，再来念这一句观世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当时呢，在庐州的时候，临国密迹寺的莲品练国会举行，再加五届菩萨戒戒会，我当护法，多戒大和尚。 道海律师、果亲律师跟中心律师呢，负责这个结盟跟教授和尚。那德界道和尚是道海律师，这三十都到，我也啊在那边呢做接待的工作，因为我父职呢，他们这个界会大概呢有扶持的。 啊，四十几万护着这个戒会，因为他们当时个戒会有困难。那么当时这詹立坤居士呢，他的夫人呢有到现场来，我就问他一句话。因为詹立坤居士后来他女儿死掉以后，他因为太劳累了，太忙碌了。 就得了一种利过性病毒，我们台湾的民俗的说法叫做“飞蛇症”。就它，它利过性病毒在这个地方长起来像一条蛇一样，它会肿起来。那个利过性病毒是非常难治疗的，非常危险的。它是一种感染的病毒，有些人会生在腰部，有些人会生在胸前、背后。那。 张立坤其实是生长在这个地方，是长在这个耳朵、哦、后面这个地方，靠近眼睛这个地方，叫立固性病毒，台湾俗称飞蛇，啊，非常危险，啊，张立坤其实呢，当时两个眼睛都快瞎掉，因为他整个病毒呢，感染到这个眼睛旁边的周边的这个神经系统。 所以两个眼睛都张不开，有一个比较严重，右边这个比较严重的样子。那么当时台大医院几个医生会诊，认为这个开刀非常危险。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神经系统一开刀动到，有可能会伤到整个这里面的神经系统。那么当时在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的夫人讲说：，你们有没有去伤害过蛇？ 也就是说，他的女儿要死掉前也没有什么征兆。他说有，他说他们家住在陶伟那个地方啊，他跟他母亲住在一起，就是张基士跟他的岳母住在一起，好像是他岳母还是婆婆，还是他是他母亲住在一起。那么当时呢，在他岳母的房间。 詹基士的夫人做一个梦，梦见呢一条大蛇进了他的母亲房间。那我当时就问詹基士夫人说：“你当时在梦中的直接反应是什么？”他说：“我在梦中梦见那条大蛇进来，候，我就拿一个棍子把它打了，就跑掉了。”我说：“那跟这条蛇有关系。”后来真跑到一条蛇进来，真蛇进来。 又跑到他母亲的房间了。我说后来怎么处理呢？他说叫消防队抓走了。他抓走不小得是放生了，还是被宰了就不知道了。我跟他讲，你一定要帮这一条蛇立牌，跟他有关，而且要忏悔。就这里讲要改过千善。虽然他做很多善事啊，但是燕青在主线前就是眼内病。印主说眼内病，一不能了。 医不能了就是没办法治啊，像这样开刀很危险，叫医不能了。医生也没把握啊，他说开刀有可能会失明，两个眼睛会瞎掉。那当时我告诉他，他回去有跟詹居士讲。那么张士在病房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动手术，最后九三宝家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张居士后来跟我讲。 他口袋里面刚好有一个卡片，是我们台北市万法龙山寺的观世菩萨的那个金卡，就观菩萨圣像的金卡。他当时两个眼睛都快瞎掉的时候，他就一直念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念到后来，本来都是一片漆黑，最后他见到右边一片光明，这样闪闪发光，这样现现出来，突然间现出来就是观世菩萨的圣像，就是。 万法龙山寺那一尊观音菩萨上下，就是他口袋那个卡片，那个金卡，经过三宝给他加持，很多法师为他祈福，因为他帮助过太多法师了，所以很多法师知道张居士有危险，全部为他立消灾牌位，立超度往生牌位，超度他的冤亲债主，希望三宝来化解他们这个这个冤孽。 最后化解了，啊！后来邻居士嫁女哦，在婚礼上，我见到张居士了，他完全两个眼睛恢复正常，也不用开刀了，那个病毒自然就消失。了。为什么消失？燕京在主化解了，他离开了，病就好了。所以他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念观心菩萨圣号，万法龙山寺。 观世音菩萨来救度他，就是这里讲的。印光大师说：“逢凶化吉，在危而安，即冤业消灭，不要而易是最佳证明。我讲的这个功能是最佳证明。你相不相信？你相信就感应道教。印光大师刚才不是说吗？ 大者大印，小者小印、啊、我把它归纳为五点：第一，印光大师对信象因果事理的开示。这一段呢，是从印光大师文钞正篇《以佛学报馆书》这一篇里面出来的。 以下论理是事出世间之理，不出心性二字；事出世间之事不出因果二字。断无有无因而得果者，以断无有作善、作善恶而得恶果者。见正篇欠爱喜悟命说。 众生成九界，如来正一圣以心性毫无增减。其所以生成迥异，苦肉咸殊者，有因地之修德不一，至果地之受用各而，个别耳。阐扬佛法，大辉意时；惟谈理性，则中下不能受益。 专说因果，则上世美彦文勋然因果心性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 那么这一篇这一段开示呢，是出自于印光大印光法师文超正编以佛学报馆书里面。那么这一段呢，印光大师他探讨这个心性啊，我们来把它呢先啊就学人所领悟的，我把它解释出来。印光大师说。 理事是出世间之之理。假如果是讲理跟事，是出世间之理。你讲世间法也好，你讲出世间法也好，我们知道世间法教你做什么？世间法，比如说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出世间法，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 所以世间法是六六六道众生，三界六道。那出世间法是四圣，声闻缘觉菩萨，还有天台宗里面的藏教佛，还有通教佛，就还没有破根本无明的，我们都称他叫司法界的佛。就因老法师说、啊。 破根本无明的，才可以出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那是分正佛跟究竟佛，也就是天台宗里面讲的藏通别圆里面的别教佛跟原教佛。如果没有破根本无明的，都是十法界的佛。那老法师说，他是属于天台宗智达师所说的六即佛、名即佛、理即佛、观行即佛。 相似即佛，分正佛、就近佛。老法师说，十法界的佛相当于天台中六即佛里面的相似即佛，就是已经有佛的味道，但是还没有正，没有破根本无名，它不是分正佛，也就是不是真正的佛。真正的佛是分正佛跟就近佛。 所以论理事，还有數數世出世间的理，你不敢讲世间法的理也好了。啊，你说为什么会去当天人呢？为什么会到会到人间来呢？啊，因为你的心有持五戒嘛，你持上品上品的五戒十善加慈悲喜者，你当天人嘛。那如果你把五戒持好，你可以得人身嘛。那你造五逆十恶到地狱嘛。 到恶鬼道，到畜生道嘛，验的也是心性呐。所以，不管讲世出世间出世间之理，离不开这个“心性”两个字。啊，世世世间的事不出因果二字。你讲世间的因果也好，为什么他不能够出三界？因为他不能放下我执。 他，名五欲六尘，他着相，他着相修行，他不能够离开我相、人相、中相、寿者相，啊，他不能够离相不施，所以他就不能够出三界，啊，那就是这世间因果嘛，啊，那如果他能够离相呢，啊。 他就能够出世间，像阿罗汉，他为什么可以证阿罗汉呢？因为他悟了苦集灭道，他了解苦集，就是为什么会有世间因果，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苦乐尤其是的过，因为他是贪嗔之感招来的集嘛，贪嗔之感招来的。那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因果呢，他就必须要依道。 来灭掉烦恼，所以阿罗汉呢，他为什么能够出三界？他就是悟了这个苦集灭道，破了见思后啊，也不出这个因果两个字啊。所以世间跟出出世间啊，你比如说你世间法来讲，你想得财富，老法师说你必须要财布施下手，那财布施就是得财富。 的因，你得财富的果，是因为你财布施的因，这是世间法来说也不出因果、啊。那你想得聪明智慧，你就必须要法布施啊。那法布施是因呢、啊，得聪明智慧是果啊，也不出因果两个字啊。那你你无畏布施，你得健康长寿，那无畏布施是因。 啊，健康长寿是果，所以世间法、财施法施、无畏施都不离离不开因果。那初世间我跟各位讲的，你修你悟了苦集灭道破见思后，你证了阿罗汉；你修六度波罗蜜成就菩萨；你修十罗因年得彼之否？啊，也离不开因果。 你放下执着，像阿罗汉一样离开三界，出三界啊！放下执着是因嘛，出三界是果嘛，出世间法也离不开因果。所以，因光大师说：“断无有无因而得果者，绝对没有说没有因而得到这个果的；以断无有作善业而得恶果者。” 因为如果要讲到这个地方说因果它是通三世的啊，它因果不同时，它因果通三世有现报、生报、后报，它因小果大，因果不空，三恶不能相抵，啊，这五大原则。所以因光大师说，众生沉沦九界。 如来正一圣啊，因为我们佛佛陀说法有五圣嘛，人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还有一圣法，就一佛圣，就成佛。那九界呢，是没有包括，司法界的佛啊，九界的众生啊，以心性毫无增减。 其所以生成迥异，他为什么啊成为四圣，成为六凡呢？苦乐贤书呢？因为因地之修德不一，他在因地的修德呢不一样嘛，以至于狗地的作用就不同了。阐扬佛法，印祖说啊，我们要弘扬佛法。 很不容易啊，确实啊，尤其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都追求物质的生活，啊，你跟他讲解脱啦，讲明心见性呐、啊，你讲往生极乐了，啊，不容易啊。所以，印主说禅扬佛法大会意时啊，如果你专谈理性， 你一直讲这些真理，讲这些佛理，讲这些很深的佛理，啊，你讲这个了义的、中下根基的人，他不能够受益。啊，中下根基的人呢，他烦恼多，业障重，他听不懂，他也不能得到利益。啊，可是如果你一直讲因果，讲事相上的因果啊，讲报应呢、啊？ 你不讲一点道理呢？那么上士美艳文心，你讲这些故事，他觉得你太讲得太浅了。你都这样讲报应，你要讲心性呢、啊？你要讲自信呢、啊？你要讲这些甚深的佛理呀、啊？所以上根利智的人，他就讨厌，他不想再听了美艳文心了、啊。可是呢，一光大师说。 因果跟心性两个分开就受伤，两个合起来都很美好。因果是讲事，心性是讲理，所以因果是事，心性是理，事理必须要圆融。啊，你事理不圆融，你光讲理，啊，中下根基的人听不懂，你专讲事，讲因果，那上事。 上根立智的人，他不想听，所以印主说因果跟心性，如果分开来说的话，其实呢很难得利益，叫两伤。唯有合起来，像佛陀他在讲经的时候呢，你看佛陀在讲法华经呢、啊，法华经很深呢、啊，他最后都在讲成佛啊，成佛之道啊。 怎么开始侮辱众生佛知佛见呢、啊？这叫你怎么转凡成圣啊？哎，佛陀在讲佛法,法经的时候，讲很多皮喻的故事啦，讲很多公案呐、啊。比如说三界犹如火宅啊，啊，鹿车、羊车、牛车、大白牛车啊，大白牛车就是讲自信呢、啊。那牛车就是菩萨圣啊，啊，那羊车就是声闻啊。 啊，入错就是缘劫、啊。你看佛陀在讲《法华经》，那么深的这个理，他都还要用这些比喻呀、啊。那三界犹如火灾，就像这个房子快烧起来啊！啊，这里面三种、三个、三种不同类型的小孩都玩的那个玩具不想出来啊！啊，生我呢就是洋洋车啊。 那严谨就是路车、啊，那菩萨是牛车，他们都不想出去啊，那佛陀跟他们讲，这房子要烧起来了，外面一台大白牛车，你们要不要出去找很多玩具在里面？外面等你们。他真的、啊，这三个全部都出来，就是会三圣为一圣这个意思。那佛陀如果讲会三圣为一圣，大家听不懂啊。也就是说，佛陀在华经里面讲，我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我方便说。 声闻啊，嚴捷，聖文聖，言劫声闻圣，言劫圣菩萨的，那都是我方便说的、啊。那是会三圣为一圣啊。所以印光大师说啊，他就引用孟东云孟东就是孟东禅师，他说善谈心信者，必不弃理与因果。你会讲理的，很会讲理，但是呢，他也不会抛弃呢。 离开因果，他有时候还会举公案来做对应、对对应来做对照啊。所以，像学人有时候在讲、啊《感应篇汇编》呢，讲到很深道理的时候，哎、啊，我就会引一些古代的公案、现代的公案来做对照。这叫做学梦中禅师的：“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理于因果；而、哦、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终必大明乎心性啊。” 虽然说你没有办法悟入心性，你可能还没办法悟入这个到这个庙里，但是你不断的对因果生信，啊，你对因果建立起生信，我到怎么样才可以生信呢？他要悟了以后，他就生信因果，他生信因果不空，就像安世高大师一样啊，他生信因果，啊，但是他。 他也大明护心，是，他也开悟了，终必大明护心性呢、啊。此理世所必然也。这个道理是一定的道理，啊，以上呢这一段，是我们谈心性，大以载无心本际之道，没有以载无心固有之法。我们首先呢，就这一段是讲心性，但印光大师说呢。 你光谈心性,性，啊，心性,性是理，那因果是事，所以要事理圆融、啊，啊。这一段呢，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印祖呢，也特别有这一段的一类似这段故事的开始，印祖说了。 及夫妇之伦呢？若一贪免，必致丧身殒命。这一段衢州徐信这位杰推呢，就是这里讲的夫妇之伦。虽然是夫妻啊，这个伦常，但是如果你太贪爱、沉迷这个淫欲，必遭住丧身殒命。亦有不够贪，但是也有不贪的、啊。 但是他不知道忌讳，冒昧从事，以致死亡，就诸刊灵敏，啊，实在让人家很灵敏，很同情。啊，那么印主有编了一本呢，啊，《寿康宝鉴》，在印主那个年代有编这本书，这本书《寿康宝鉴》呢，啊，现在也流通的非常广，已经翻成白话了。 啊，这个呢是前贤所编辑不可录，说明设意之害，以及戒淫治意之格言，啊，福上后淫之正案，持戒的方法日期，忌会的时间、时次、人事啊，里面都有裸息调整都有记载的很清楚，啊。 印度认为这本《寿康宝鉴》可以绝世救民，啊，恳切作字。那么跟这个故事一样，发生在民国那个年代呢，有印度的一位弟子，我们就来把它讲出来。印度呢，在《寿康宝鉴》流通的时候，特别为他这个弟子呢回向。这个弟子是四川人，是罗继同，他当年的时候才四十六岁而已，他是经营这个。 轮船业的，在上海经营轮船业，啊，就是商船。他个性呢非常的善良忠厚，而且相信佛法。印主当时有几个在家其实都是当时很有名，就是编辑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其中有一个人叫关炯之，啊，这个在印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提到这个关炯之这位居士。 啊，这关炯之跟这位罗继同呢，有一起办了一个进立社，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进中学会。在民国十二三年呢，这个罗继同常想到零年三呢来过依印主，可是因为事业太忙，没有办法。民国十四年，因为生病，肚子膨胀好几个月，非常危险，中西医呢都没办法救。 到民国十四年的八月十四号，啊，他在整理这个药吃药的这个账单的时候呢，因为金钱花太多钱，在生气的时候呢，从此纵使不再吃药矣。他就当时可能这个药药药会太多了，他说我宁可死掉了，也不要再吃药了，妻妾难以佛前恳倒，他的。 爱妾呢，就在佛前发愿了，终身吃素念佛，希望她丈夫呢病情能够好转。结果他妻子呢，他的爱妾发愿吃素念佛以后，啊，不可思议的呢，罗继同呢这个病呢就转好，有转机了，就有转机了，就排泄了很多衣水，不药而愈就好了。 所以，印光大师八月份的时候到上海，住在太平寺。九月初二，前往纪念社，跟关炯之、罗继董他们见面。虽然罗继董当时身体不是完全恢复，但是气受呢，就是纯净光法，就是化亮，啊，都非常的、非常的好。 见到印光大师就很高兴，说了：“师傅来了，我应该在上海跟你、跟你跟你皈依啊，我就不用到灵岩山寺了。”所以就决定呢，选在初八呢，跟他的爱妾到太平寺呢受三皈五戒，然后又请陈雪罗呢、关炯之、丁桂桥，还有欧阳石之、余志年、任新白等居士呢，啊，陪着印光大师吃饭。 然后，然后出事的时候呢，又请印光到他印光大师到他家去吃饭。他还跟印光大师说了，师傅就是弟子的父母，弟子就是师傅的儿女。印光大师当时有跟他讲一句话：印祖不是普通人哦。印子当时有跟他讲一句话，但是没有讲白的，没有讲的很清楚。 印主说：“父母为其疾之忧，就是孔子讲那句话：‘父母为其疾之忧，汝病虽好，尚未复原，当慎重。’”印主有跟他讲这几句话，他说：“你病才刚刚好起来，你要谨慎。习为民言所慎重者，为房事也。”印祖当时就不好意思跟他说：“你要慎重，就是不要做房事，不要进行房事，就夫妻的这个。” 房事，结果到那个月底呀、啊，印光大师跟这几个居士在功德林开建立感化会。这个罗继同也已会参与这个会议，大家都已经快解散了，有十几个人在那边留印光大师吃饭。罗继同来了以后，就交代柜台结账以后讲几句话就离开了，他没有跟印主一起吃饭。 印主当时看到他的面貌呢，简直像死人一样。前几天亮的不得了，那一天脸色像死人一样。印光大师已经知道他患的房事所致了。印光大师当时非常后悔，当时跟他讲父母为其及之忧，未曾说起所以然，没有跟他讲很清楚，说就是近房事啊。 以自富兵夷为已，结果造成这么危险呢、啊？想要写信，赶快告诉他戒除了，啊，事情又太多了，没有没有把信寄出去呀、啊，没有写信出去呀、啊。九月初六至三呢，寄寄九月初六，印光大师回到灵岩山，就寄一封信给他，极诚厉害，跟他讲这个厉害关系啊，难以无可救药啊，不速不速入即时啊。 要信虽然到了，嗯，但是已经无药可救了，罗继同就死掉了。那么死掉的时候呢，关总之邀几个祭祀呢都来念佛，希望他往生西方，不要堕落。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讲的这个，他这个弟子呢，罗继同呢，才四十六岁多而已啊，也就是因为这个色欲啊。 也不知道这个禁忌呢，不能够禁止这个这个爱欲啊，就死掉了。所以当时印光大师就说呢，啊，必须要设法给大家一个预防啊防护，这样大家懂得预防呢，就不会这样等于说啊，把自己的寿命呢都夺去了，这样呢。 就失去了如来慈悲救苦之道，所以当时印光大师就取这个不可入而增定之，啊，排印广布呢，啊就排印以后呢，就编辑成《寿康宝鉴》。那印主的目的呢，是希望几世显之忌讳，印主特别希望呢，世间人都知道这个忌讳的事情。 啊，我们这个盈利过度里面呢，后面也都会提到秦卓安先生的《修身立命戒起里面呢，每一个月哪几个日子是应该要忌讳的，那个就是印主这里讲的忌讳之事，啊，才不不至于误送性命，这是印主的慈悲啊。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呢，他的母亲呢，啊。 遗资一千六百元，当时他母亲给他一千六百元呢，要印善书呢赠送。那么印光大师就叫他印了，全部印《寿康宝剑。啊，以拯青年男女以未为，印主希望拯救青年人呢，青年男女啊，让他们不要发生这个危险。 所以罗继同一人之死呢，令现在未来一切以此书者知所戒胜。因此希望，因为《寿康宝鉴》的流通呢，因为罗继同一个人死掉呢、死去呢，让现在跟未来一切读到这本《寿康宝鉴》的人，都知道有所戒慎，并且欠转流通、辗转流通。 辗转迁徙，舒可几世同享长寿康宁，希望大家都能够呢同享长寿、健康、平安，而鳏寡孤独之苦况呢日渐其少。啊，我们这个里面也有讲啊，啊，这个这里面也有讲这个。 如果你早亡的话，啊，这个可能呢，啊，累负双苦啊，啊，害得你的妻子变守寡，就是印度讲说呢，鳏寡孤独之苦况呢，日渐其少。如是者有季同一人之时，那么这样就是因为罗季同一个人的死去，令一切人各得寿康。 那这样罗继统本身他的死呢，他变成菩萨塑现了，就是功德了。啊，继统之死，唯有功德啊。怎么样才是有功德？罗继统这个故事的公案，他本来他生重病，吃了很多药，啊，后来他的妻妾呢，在佛前发愿。 为他出世念佛回向给他，后来呢，整个排泄完了以后呢，啊，去见印光大师的时候呢，纯是气色呢纯净光法，就是我们讲气色非常好，无以等者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就隔了十几天以后呢，印主在看到他的时候呢，啊。 其面貌直通死人，他的气色就像死人一样啊！才十多天而已啊，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啊。当时印子有一特别跟他叮咛呢、啊：父母为其疾之忧呢，父母只担心小孩子生病了、啊，他忧他什么？就叫他希望能够戒色啊。印子还跟他讲：乳病虽好，尚未复原。 当慎重，那个慎重就是房事啊。所以印子在这边说，既统之死，唯有功德，仗使功德回向往生，当必虎穴沙婆高登极乐啊。虎穴沙婆就是不再受轮回了，高登极乐就是往生净土啊。为弥陀之地之啊，做海众之良朋一啊。 那么罗继同就可以仗这个功德往生西方呢，做弥陀的弟子，做莲池海会的菩萨道理啊。孟子也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呀、啊。孟子说，养心者怎么样把我们的心能够调服好？最好的方法，调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清心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呢，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啊。这个人如果能够减少欲望，纵使他不能够长寿呢，就也不多啊，都可以长寿啊。其为人也多欲啊，虽有存焉者寡矣啊。这个人如果欲望太多了，爱欲太重了，就算他是长寿的命呢。 也是没办法长寿的，啊！健康的时候康健时尚宜节尚宜节义，况大病时一夫，这几句话很重要。印主说，在健康的时候还应该要节义啊，节制爱欲啊，何况是生一场大病以后，绝对要尽。 忌戒这个房事，要禁戒这个房事。何况大病刚好之后更，更更应该的不能够行这个房事。啊，以上呢是印光大师呢所讲的，他的弟子上海的弟子罗季同的故事呢，跟我们现在里面讲的这个明齐州徐信的这位松江府的节推呢，故事几乎是一样的。 世人，世间人呢，会染上终身的疾病，常常是从新婚的时候引起引起的。新婚的时候年少无知，往往放纵情欲过度，毫无节制，大多变成虚劳甚至短命早死。 连累妻子呢，守寡遭受痛苦。为何不想一想？结婚是要成为百年的婚姻眷属啊，终身都要互相陪伴呢、啊？何苦从新婚一个月之内，却种下一生的祸根呢？所以为人父兄呢？ 在遇到子弟将要结婚的时候，应当要诚恳的反复叮咛自己的子弟，用这个道理呢来告诫他们。啊，那么这一段呢虽然也也是很短，但是也是很重要。啊，只要是为什么会生病，都是年轻的时候纵欲。 那印光大师呢？对这个戒淫的事情呢，印祖开示的非常的多。印光大师文钞开示里面呢，印光大师有说呢：人从色欲而生呢，故起习偏哦。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情执？会有这个色欲呢？ 爱欲呢？印主说：“人从色欲而生嘛，所以子女要来投胎的时候，就会看到父母在行淫啊,啊，人从色欲而生啊，动了一个贪，动一个、啊、贪爱，所以他这个习气呢，就特别特别的重，故其习片浓。” 在阿赖耶识里面呢，这个情执的种子呢是无量无边的，啊！一不戒慎呢，都至于由色欲而死。因此说，稍微不戒慎、不不戒慎恐惧呢，大多是因为色欲而死掉的。那么后世人呢，后世人业重。 情窦早开，这一下面这个开始是印主对于做人家父父父兄的要怎么教育子弟，在在，这个戒色方面呢，要如何告诫子弟呢？这一段印主开始的非常好。印主说，世间人业障重嘛，情窦早开啊，尤其像现在啊，啊。 现在小孩子发育都很早，为什么？因为吃了太多的这个人工的寿司啊，啊，人工的这个加工产品啊，啊，你看吃这个，尤其像吃美式的这个面包啊，美式的麦当劳啊，啊，那里面有很多生长激素啊，那个生长激素啊，它通过这个食物吃下去以后呢，变成先天的这种荷尔蒙呢，变成发育的太早。 这个就是印主说的“世人业重呢，情多早开”。就十一二岁，他就他就会谈恋爱了啊，十一二岁呢，便有意念了。这个是确实啊，啊，意念激起呢，无法自主。年轻人嘛，他没有透过修行，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克制这个。 意念呢、啊？意念既起，无法自主。啊，我曾经在内湖分局当副分局长的时候，就侦办过一个案件，国中而已啊。国中就是这里印度说的十一二岁啊。啊，我们台台湾的国中的这个学生呢，大概是在这个十二岁到十三岁这个年纪。 那么我办那个案子呢，那个国中的学生呢，就是跟他女同学在图书馆读书，下课，父母还在上班。两个人呢，就有这个男欢女爱了，十二岁、十六岁就有了。这印主说变有依恋了，然后这个男生就说了：“哎呀，我在图书馆书读不下去了。呵呵”女生也说她读不下去啊。然后男生因为家住内府嘛。 家庭环境还不错，他就跟这个女生说：“不然到我家去读书了。”那父母还没下班呢，那小孩子有钥匙啊，就把女朋友、女同学带到家里面去啊。本来回到家刚开始为看书啊，看不了几分钟，又说看不下去了。男生就说很累了，就躺在床不上了、啊。那女生也跟着上去了，那没多久两个就发生性行为了。 啊，这亚当夏娃，这个这个电影里面讲亚当夏娃偷吃了苹果，两个就发生邪淫了，淫逆的行为就小女生就怀孕了，就十十二三岁而已就怀孕了，那就去堕胎了，啊，这小男生就很紧张，就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就就告诉他这个小女生这个同学到医院去堕胎了，这么小就叫他杀生了。 这这这不就是是印主说的业障重吗？世人一重，情窦早开。那么意念既起，无法自足。我们从刚才讲的这个国中的学生，男女男女同学，你就知道他他意念起来，他怎么帮法克制呢？无法制止啊！所以现在堕胎非常的多，不只是台湾，全中国也是一样啊。尤其是寒暑假。 在台湾呢，叫九亿堕胎草，堕胎草啊！要快开学的时候，赶快去堕胎。他们不叫堕胎，他们说哪里有夹娃娃的地方？夹娃娃就是堕胎，就用夹的夹出来嘛。意念激其无法自止啊！又不知保身之意啊！年轻人他怎么会知道去保护身体呢？所以用手淫，甚至还用手淫的。 印度说呢，这种行为，这种年轻人早期的爱意行为，以及所言的行为，就好像如草木方生芽，而弃即弃其甲，必至于必至干枯。就好像说那个草木才刚要发芽，如草木方生芽，而即弃弃其甲。 啊，就把他的这个这个牙呢拔掉了，这个外壳拔掉了，最后一定是枯死嘛，必至干枯嘛。聪明子弟有此送命者，不知凡几。自己的子弟如果很聪明、很优秀，因这样的一个行为而送命者，不知凡几，非常的多。 既不致死而身体孱弱，就算没有死，身体也开始衰弱了。身体孱孱弱，无所成立。长大以后呢，百病丛生，百病丛生。及长而起期呢，父母师长绝不以说保身绝意之道。等到小孩子长大了，作为人家的父母，作为师长做老师的。 也决定不会跟小孩子、跟同学讲保身绝义之道。啊，所以呢，我们我的母校呢，啊，大英国小啊，啊，七十周年，说叫我回去跟毕业生讲话，刚好我讲到这一段呢，我回去可以跟他们跟跟他们讲这一段道理。你跟他讲，哎呀，去竞争、去斗争、去战争赚钱，那等于叫他找死、啊，不如跟他讲。 如何呢？节义保身之道，啊，我就刚好今天的课程讲到这里，啊，那校长叫我，母校的校长叫我回去啊，跟小孩子讲，我想讲这个最实际的保身节义之道。那做父母、做师长现在都不敢说，不好意思说啊，父母开不了口啊，老师更不敢说啊，所以老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啊，故多半病死，有些都是病死的，这是由手所淫及贪欲、贪爱房事所致，都是由于所淫或者贪爱这个房事所造成的。因为这一段主要是讲贪爱房事嘛，尤其是针对年轻人、年少无知嘛，所以我们引用印度这一段开始非常的适合。 故孔子答孟武伯问孝曰：“孔子在答复这个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了：“父母为其己之忧啊，乃令祭房事啊。父母啊，毕竟是长辈啊。父母担心小孩的疾病呢、啊。” 有这样的忧愁啊，只要是担心呐、啊，儿子啊，不戒这个房事啊，乃令戒房事是。不戒房事则百病丛生，能戒房事则病少多矣。所以我刚刚讲印主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呢，对于这个戒淫的事情呢、啊，印光大师着墨非常的深。 因为印光他是知道那是轮回的根本，往生的障碍，所以印子对于杀生跟戒淫呢特别特别的强调。所以印子说你不戒除房事呢，则百病丛生；你想要长命百岁呢，你就必须把房事戒掉，至少要减少，则病少多矣，那就少病了。 啊，所以孟子说呢：“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啊。”这句话很好。孟子说：“你想要把心调养好，想要把心修好，那不如寡欲。莫善于寡欲啊！其为人也寡欲呢，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啊！”我们看这个历代的祖师大德，儒家的底子非常的好。你看他们文言文言文的底子。 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孟子说：“其为人也寡义啊，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啊。”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减少欲望啊，寡欲啊，虽有不存，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寡义的话，那么他。 不长寿呢，那几乎是很少，以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呢，虽有存焉者寡矣。这是反反过来说了，这个人如果欲望太多了，爱欲太多了，他就算是长寿也很少了。虽有存焉者，就是他能长寿的都很少见了。虽有存焉者寡矣啊。 古人重民生，礼乐令众春先雷三日，游人以木豆寻礼道路曰：雷将发生，其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就古代啊，都很重视这种重民生啊。古人重民生啊，重民生的意思就是说，古代的人很重视这种生活的一些节制。 啊，古代的民风非常好，《礼乐令》对于每个月里面呢、啊，有哪些季节的特别重要的日子呢？古代人都能够守礼，《礼乐令》。比如说春天的时候，打雷的前三天呢、啊，先春雷的前三天呢、啊。仲春先雷三日啊。 有人以木豆巡礼道路，道路业。如果春雷一开始的时候啊，前面呢、啊、都会有人呐、啊，都会有官府的人、啊，或者是这个有人会用木豆呢，在挨家挨户之间的道路上啊，敲这个木豆来告诉民众，雷将发生，就是春雷即将要发生了、啊，春雷即将要开始了、啊，某些东西必须要。 知道戒指知道警戒，不戒其者容之，就是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行为呢，要知道节制，叫做其有不持不戒其容之者？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定呢，不遵守这个老祖宗的这个这个经验法则呢，生子不备。如果在这个村里的时候，如果你行淫生子的话，大部分都什么生子不备，生出来都。 五官不在，五官都不太端正，而且小就不太好，必有凶灾。可能是肢体不全呢、啊，啊，或者夫妇死亡呢、啊，或得到恶病呢、啊，就必有凶灾。啊，是国家政令的。古代啊，像这种东西属于国家政令啊。现在国家就没有这样的规定了、啊。现在国家啊。 像台湾就比较麻烦了，啊，还要同性恋立法，啊、同性恋立法那不整个家庭伦理道德都摧毁了？所以你说现在社会怎么不乱呢？人家以前这个东西这么一个啊，连江发生，岂有不借起龙之责，都还是属于国家政令呢，是国家政令的呀。今者父母师长。 绝不与儿女谈及此事。那个时候，印主那个年代就这样说了，更何况现在，距离印主往生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也快八十年了。那现在的父母更不敢讲了，那时候就不敢讲，现在，啊，绝不与儿女谈及此事啊。做父母、做师长的，啊，都不敢谈。 像我就更会跟我小孩讲，哎，跟你朋友可以去，可以去喝咖啡，可以谈恋爱，但不准有堕胎行为，也不准发生这个这个未婚呢生子的事情，啊，我都会跟小孩这样教育，绝不与儿女谈及，只是这个我是会跟小孩讲，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呢，也作为人家父母呢，或是师长呢。 要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跟小孩子的儿女谈这种因果的事情，你用比较委婉没有关系，啊，不要伤到他的自尊。几次得病呢？医生也不另借房事。啊，医生帮你看病，他也不跟你管这这个事情。印主说呢，生病了、啊、去给医生看，医生也不叫他。 戒除这个方式，盖不以人命为重而疾病自重，而理为医疗也。印度都会觉得说，做医生的要以人命为重。你不要说他一直生病，最好常常来给你看，然后你就可以常常因为医疗而赚到钱，而理为医疗也。 印主说：“医生如果是这样的用心，医如是用心啊，其罪无以载道劫道呢，劫财之强盗也。”印主就这样比喻说：“作为医生的，如果你这样的用心呢、啊，那就好像马路上啊道路上在抢劫人家的这个劫财的强盗，有,有什么两样？”以上这一段呢，是印光大师呢在《文超三篇里面卷二。 在《答复真进居士书》里面有提到这一段。